白镇头成员不断大声咆哮，甚至有人动手拳打脚踢，场面逐渐失控。等员警到场，群众渐渐散去，这时才看见一名穿黄色上衣的男子痛苦蹲坐在地，原来他刚刚惨被围殴痛扁。说到在台南东区仁和路30号下午1点多，当地举办庙会绕境，不料两组叫板阵头停等红绿灯时，因碰撞引发口角，最后大打出手，上演街头拳舞行。恐怖的暴力行径也吓坏附近民众，好在警方火速介入，并护送伤者回到派出所。员警第一时间到场维持秩序。本分局将依刑法伤害罪嫌及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就办。庙会冲突屡见不鲜，大胆在神明面前逞凶斗狠、打架闹事，实在让人直摇头。记者钟翔、陈坤宇台南报道。